各位评委、各位专家，你们好，我是珠海的李淼老师。今天我特意请我的张娜同学，全国获得少年 A 组的金奖的张娜，她来演奏她的专辑。她特别的名字叫三六，大家问她为什么叫三六呢？请听她的专辑中说，谈到她这个曲子的时候，能看到，也能领悟得到。现在。请张娜同学演奏她的曲目。各位评委好，我叫张娜。现在呢，再请她呢弹奏《放马山歌》。
再请他给弹奏春苗。Thank you.
现在弹奏《迎春舞曲》。小女孩像个采蘑菇的小女孩一样，希望呢各位评委给她予鼓励，给予她评价，再一个呢希望给她机会，因为呢她要离开中国了，上美国，希望评委。Thank you.
现在弹奏的是在6月21号在广州决赛中拿到金奖的曲目《月儿高》。Thank you.
two。
评委，他现在弹奏的是压轴曲子，也叫《春江花月夜》。他这首曲子表现出他的自己的琴艺上的感受，请各位评委多多指教。
Thank you.